Relax. Are you really that hungry? Hello. Shisha? Hello. No, it's Daddy. Hello. It's Daddy. Hey, where's Daddy, yo? Hey, how's it going, Mira? How's your day? Hey,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Mira? Hey, how's it going, yo? Daddy, how you doing? Hey, how's it going, yo? Daddy, how you doing? Hello, happy Wednesday, happy Friday. 过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OK, 今天我要来 Open Box， 就是 Prada 送我们的礼物。然后这个感觉就是 Medicine Baby， 感觉是给 Mira 的 Baby 的礼物。 他本来要送是永生花，但是月子中心没有办法带，就是花进来，因为怕小婴儿进来的时候会有一些过敏啊，感染一些疑虑。哇，这个包好漂亮！哎，有一张卡片，蜜月窒息。 谢谢你们，但是好漂亮，有点不知道怎么拆哎。啊，这是什么？相框。相框啊。Step one. Yes. Place the blank footprint card on a flat surface. The position where you want the footprint and place the non-touch ink pad with ink side facing down. 然后要印完之后要两分钟才会干。嗯，这照片跟一个角角嘛。然后是那个。哦，那个 ink。对。哇，这个锁那么紧。哇。我们明天下午要挑照片。嗯哼。就是 photo shoot 的照片。然后12点我们要跟妈妈 FaceTime，cause Mother's Day is coming。 Yep. 然后 Sunday 也是要他们要过来过那个 Mother's Day， 然后我们在这个 weekend 呢还会再学怎么帮 Mira 洗澡，所以感觉这个 weekend 很忙哦，已经有他们帮我们会印的，对啊，他们可以帮我们印，对啊，好，开箱结束，那我们之后再做啦，加油，想过来了啊。 宝贝，这是什么？蛋糕。我刚以为这里面是桑葚呢，我刚以为你在泡桑葚呢。蛋糕。这是什么蛋糕？黑森林。这是母亲节蛋糕。对。这是给我的母亲节蛋糕。是什么叶？红叶蛋糕。红叶蛋糕的。对啊。是红叶蛋糕。没错。 是奶油很好吃的红叶蛋糕，谢谢老公。跟脏器。 等一下，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要出去吃火锅。哎，他这样还要出去吗？要啊，等一下要跟妈妈视讯母亲节，母亲节快乐，耶！谢谢。哎，睁开了。 睁开了，看，睁开了。我们刚刚拿到下午的点心，这个是杏仁炖奶，好像，然后这个不知道什么，哦，猜对了，蜜月蛋糕试吃，最低调的知名品牌，法国的秘密甜点。 法国的秘密甜点，这在台湾很有名吗？蛋糕哦，蛋糕很软哎，哇，是冰的，刚上封掉，居然是冰的，来试试看好了，嗯。
蛮好吃的，你要不要吃吃看？你要不要吃吃看？等一下吃，我等一下吃。你等一下就没得吃了。它是冰冰的哎，还不错，真下午点心蛮满意的哦。现在拿到了袋子的样品，就是因为呢，我想把之前黑色的袋子改版 ，logo 也有改了，所以我想把周边的东西也改了一些这样子。然后这是新款的，这个颜色就是 Daisy Co 品牌色，就是如果你在我的网站呢、啊，你会看到类似像这种颜色 ，logo 的地方就有点打凸，所以摸的话是摸得出来的。那你们之后买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袋子哦。No good looking boys. I want single room. Hi. Yeah. You want to give me a smile? Hey, you want to give me a smile? No. Like cheesy cheese.Cheese. 那是一笔。Cheese. 你安抚他。Hey, Mir. Mir. 爸爸。哎呦，医生不诊了。哎呀，这个感觉长大了。Hey, Mir. Hey, Mir. 我们那每天看没感觉。哦，这是爸爸的 camera 哦。Hey, Mir. Hey, relax, Mir. Hello, Mir.Hello, Mir.今天因为母亲节的关系，所以有母亲节特餐。明天是富航豆浆烧饼油条，然后还有富航豆浆的豆浆，已经把它拿起来了。然后听说一个是没有蛋黄的水煮蛋，等一下来剥剥看。然后这个是莓果法式吐司，然后因为我不能吃草莓，不能吃水果，双说不能吃水果，所以他们就先把水果都拿起来了。今天的母亲节特餐来念一次好了，这是基隆庙口卤肉饭，饭超多的。然后中医特调就是这一种，还有野生石斑，野生石斑一个人吃真的蛮大条的，然后还有大鲍鱼、粉蒸排骨、十斤百汇，十斤百汇是这个吧？还有蚝油、西生菜，哎，真的很多哎，这样早餐吃完那个烧饼油条，根本就吃不太下午餐了。现在要出去过母亲节了。那个红色应该是没电，所以没声音是不是？这边还有一颗电池。超热。哦，这边。哎 ，LV 的。这样的组合装哦。对，因为它那个是水吗？那个是珠宝。里面留这么多。哦，是珠宝盒，这么多。旁边人家在拍开箱。他们要三个是一块。他们现在还做这种？可以叫珠宝。还有更小的，小仙子可以夹，这个真的，魔女款，哎，超好笑哎，哎，这个是什么？哦，你看你这边大的，你那个就可以放进去，以后再把上面的掀开。你说放上去？没有这个，嘿，推进去，对对对，上面那个格子要拿，要这样掀起来。哦，它是这样掀起来。哦，花，浅蓝色，这边还有个蛋糕，这好像那么漂亮，可以可以可以，这还有一个，那个真的，对，哇，那可以拿起来，这整个，哎，这太夸张了，你从这边，你看一下，我看，可以，可以拿起来，哇哇哇，这个，全部都可以吃，这太夸张了吧，超厉害。哎，这个花，这个花都是蛋糕哎。对。这每个花都是蛋糕，它不是真的哎。这个花盆也是。这个可以吃的。这花盆也可以吃吗？花盆好像不是，花盆好像不能吃。等下拿起来啃一啃才知道。哎，那姐很漂亮哎。对啊。哎，那姐真的很漂亮。你要拍张照。这个。这个也是蛋糕哦，很像 Beauty and Beast 的那个花。对，那也是蛋糕。
舍不得把它打开，等下再开好了。还有个旗袍的，旗袍也是蛋糕，也是蛋糕。军品最红的三款，我这是要怎么吃啊？看来都饱了。对，要怎么切？这个蛋糕花的主题就是从小王子来的，我以为是 Beauty and Beast。对啊，蛮像 Beauty and Beast。对啊，小王子的作者是法国人。哦，是法国人的哦。开了，哎，这怎么吃啊？这个花是，哎，应该看得清。哎，这个也是蛋糕，这是巧克力的样子。好，蛋糕从头到尾都蛋糕，这从头到尾都蛋糕，只有下面那个木头，这不是，怎么办？你就把它蛋头你就切嘛，把花切下来啊。先吃下面啊。不是你把花切下来。那我们吃一小块嘛，反正大家也都吃不多。对，我跟你吃。可以吃。你放盘子，大宝准备盘子。这个画面，这一面还是漂亮的。他怎么办？他在摇了。嗯，换。对，你对你们两个吃那个。水土保持做的不好。水土。好，我们吃这个。哎，不是。哦。你要干嘛？嘿，这个就献给你了。这是你的母亲节，来吃一口。哇，很狼狈哎。你可是这个花是做的真的很厉害，它一定要做那么硬，那么这太厉害了。对。今天母亲节晚餐有这个，好像是虾子，大只的虾子，乌鱼子炒饭，月子中心给的卡片哦。然后还有附上小脚丫，我怎么了？我没开声音。我们可以再讲一次。等一下要去看小帮主，好兴奋啊！你们好嗨哟，我上半身呢、啊，有哎、欸，拍的是福宝宝油饭，它一个 logo 熊，我猜这应该是鸡腿吧。哎，贝红曲，哇，很大对不对 ？Oh my god， 很大，超大的，超大，全部吃掉，而且有栗子哦。那你可以十分钟吃完吗？嗯，这很健康的紫米油饭。对，哦、好酷哦！它是一半紫米一半正常，那个鸡腿下面是正常的哦，是哦，对，它一半一半。这个好像就是干贝哦，这是干贝丝，对。小心你不要把全部就天女散花哦。That's my 专场。Yeah, I know that. 谢谢。专场，谢谢。你跟他蛮像的。哎、欸、呦喂，好像哦。你拿鸡腿起来拍，谢谢。哎、欸，可以哦。跟他一起，好像哦。这个干贝丝非常的鲜，然后好脆。嗯，对。所以你们自己挖来吃吧。有一种干贝酥的概念，好吃。所以它是脆的。嗯，吃一个。好，怎么样？嗯嗯，我要把这盒带走了。有饭你们自己吃。今天要来宣传 Debbie 的眼镜。Debbie 的，为什么是 Debbie？ Debbie 的这一支雷朋，我实在是有惊艳到。为什么？因为它是粉色的那个框，然后配茶色镜片。那你有在卖吗？嗯，这真好看。欢迎上我们经销商买，谢谢。我是最后面的幕后主持人，没有。有看有看，一看每天，然后来拍它，还来拍它，拍卡。莱卡，这是莱卡。看你的吗？啊，陈林佳，你谁？你看到你可以看到他脸。我在打架。哇，感觉坐在上面很好玩。嗯，睁开眼睛啊！你看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小？你才刚出生没几天，好不好？Just the fact that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现在已经三个礼拜多大，然后上面有 Google， 就是大概三四个礼拜左右嘛，他宝宝就可能会开始就是有胀气跟肠绞痛的问题，然后他现在就是看。会痛的哭啊，他那一天哭的真的是超夸张的，然后护理人就把他带回去，就是按摩肚子，然后让他比较好一点。奶还是有喝，但是就是喝的比较慢了，然后可能明天给小儿科医师看胀气跟肠绞痛的话，可以按摩肚子，然后观察他，然后看他哪个睡姿比较好睡，可以让他多睡一点，可以恢复一下精神。现在要送回去洗澡咯。 Would begin for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